立場新聞英國分社宣布停止運作，分社主任楊天瑞即日辭職。楊天瑞在社交網站貼文，說警方拘捕多個立場新聞的高層和前高層，立場新聞已經停止運作，英國分社亦都會同步停止一切業務。曾經提供的內容，包括網站報導和社交媒體貼文，已經全部移除。英國分社在今年2月下旬開始運作，希望記錄移英港人的生活，並且因應港英兩地的時差，支援香港立場新聞的深宵運作。